假如这辆卡车突然爆冲，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在风火轮实验室，动态十足。漂亮，新纪录。刚才速度好快哦。对，喷射动态真棒。是行动导致反作用力出现，我来解释，你们帮我组合跑道，再来些气球。好。这个实验使用第三运动定律，每个力量都会有一样大的反作用力，所以从喷射引擎喷出能量的动作造成的反作用力是后面的空气会回推回去。不止这样，第三运动定律发生在每一个行动，在这情况下，真正的车子前进时，它的轮胎往回推路面，道路的反作用力会把车子往前推。看来你们已经准备好了，把气放掉。漂亮！空气往回推，也往前推，轮胎往下压，跑道则推回来，车子推向另一辆车，第二辆车推回来。你们两个准备好碰撞了吗？准备好了。第三运动定律在任何状况下都适用，力量一定会造成反作用力。我的感受就是，这真是动态十足。呜呼！